好的，那看吧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让你动起来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在 More Fit， 我们是 AKB48 Team TP， 我是 UNIT 的代表柏林，我是 UNIP 的代表李梦纯。耶、yeah, ，那如此认真的我们，其实昨天就已经来这边报道，就是有运动了一下，预习过了一下，我们事先为了今天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没事，导致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的体力做今天的运动了。我今天起来是用爬着下床的，我是用滚着下床的。其实我就是昨天我们有就是做一些就是跟肌力有关的运动嘛，然后就没错，现在这边都有点酸酸的，然后这里有一点酸酸的。对，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太多的力气，请大家还。哎、欸，不要为自己找借口，不要为自己忍，不要为自己找借口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环节，就是我们分别在8:20还有8:45这两个时段的榜一呢，就是礼物榜的榜一，就可以指定在场的主播做一个教练指定的神秘动作。对，那希望大家都不要指定我们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我们的来宾，谢谢。怎么认真？来宾很辛苦。好，那我们来欢迎今天最帅的教练阿南。耶、yeah, ，欢迎阿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fi 阿南。那欢迎大家来 Mofi 四五店玩。那我们目前来讲的话，消费方式有点数制跟这个订阅制。好，那两位昨天还好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到不能再好。昨天就简单带两位做一些上半身的肌力训练。那今天还是一样，也是会有下肢跟上肢，全身好不好？哦，全身的部分。好 ，OK。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还是一样安排了全身的肌力训练。有没有准备好？有自信一点，好不好？非常有自信。好，那我们欢迎接下来的来宾，音乐老师一千，耶、yeah, ，欢迎你。大家晚安，我是一千音乐老师一千。然后呢，我平常的直播是讲干话，然后浪上最会吹的长笛的主播，然后还有弹钢琴，然后欢迎大家就是追踪一下5329734，谢谢大家。OK， 谢谢一千。接下来直接让一千参与我们曾经参与过的地狱体脂，哎、欸，体脂吗？一千感觉，对，我觉得一千一定肯定不会高来，应该不会比我们两个还要高。对，大家可以猜一看，猜一看一千的体脂。但我平常吃超多垃圾食物，我们两个也是，现在根本不会。我们现在才刚开始改我们的饮食习惯，对，我们已经被形容说是作息非常差的小偶像。而且我最近超级爱吃那个泡面加蛋。我最近买印尼泡面，可是我没有，我没有吃。刚刚一千不是才吃的那个港式饮茶？我刚刚在吃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大家投以异样的眼光，哎，因为没有人在健身房吃这么高热量的东西吧？我是投以羡慕的眼光。很香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抽奖的活动，会计时10分钟，然后我们会抽出 Morphe 会员的500点点数，500点会是什么呢？500点的话，大家可以用到将近500分钟的健身房的这个器材，这样子。对，只要送出偶像海报，市价500元新台币。没错，只要送出偶像海报，就能获得 Morphe 的会员，跟我们一起运动吧的机会。大家可以找安南哦。对，大家推荐找安南哦。没错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活动？就是很高我们到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只要送出就是这次的活动的礼物偶像海报的话，那我们就会抽出3位送出我们的签名拍立得，就会有3位主播的签名的拍立得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拍好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欢迎大家就是哦，教练会跳舞吗？教练会跳舞吗？教练会跳舞吗？耶！不要为难我们教练，他就是健身专业。对，我懂这么彷徨。好，看一下。那我们昨天来这边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印象蛮深刻，就是这里播很多音乐，我都很喜欢。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播很多动漫歌。对，请问音乐是谁为什么选的？因为动漫歌练起来比较热血一点。对，真的。对。然后还有就是这里的环境都很干净。偶尔也会播一下 AKB48 的歌。真的吗？好了。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那公布了吗？其实还蛮低的，真的吗？啊，低吗？多低？这个已经选手等级了。哎、欸，我以为很高哎、欸，我想说很高哎、欸，这有点优秀啊。我以为会有人陪我们，可以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太低了，我不相信人了。可能比教练还低。真的假的？没有了。太低了，哎、欸，他是所有成员还要，你是我们所有人里面最低的，你是每个主播里面。请问你对 AKB 有兴趣吗？我现在还可以加入吗？体脂够低应该都可以啊。对，我们其实
看梯子，梯子不够高没有办法进来。那我们今天最高门，我们看，我们堪称最终兵器。没错。接下来干嘛？接下来干嘛？哀悼一下我们的梯子。好哦。对，接下来是谁猜三十？我看，谁？谁给我猜三十？我看一下。哎，不是哦，十五猜，猜比两位低的话，你也特别猜，猜不到。肯定啊，看起来是我们两个低。真的？哇！十八乘八七是什么？十八乘知道？不知道谁猜三十？不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哎，没有公布吗？穿插今天后面交流。好像他应该是被洗掉了，对，20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做我们的暖身运动吧。好，好，来，那等一下开始进行暖身。OK， 好的，来，就定位，就定位，就定位。OK， 那我们先把手臂这样打开，把这个间隔距离取出来一下。OK， 好，那个某可能要再过来一点点，这样子，再往这边，对，然后一前往这边站一些些，好，这样子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双手先帮我碰到脚尖的位置，那手臂往前爬。爬到对齐你肩膀的部分之后，一只脚往前跨，先成这个姿势。这确实是暖身吗？没错，这是暖身，有点太难了。没有，好来，我们来练习一次。好来，手臂往慢慢的往前爬。好，爬到对齐肩膀，然后像蜘蛛人一样，对对对，然后把左脚跨过来，啊，跨到你的左手旁边，啊，对，左脚往前跨一点点，对，好到这个地方。那手臂下去，好，可以的话呢，手肘下去碰地板。好酸啊。对。然后再把我们的手往上延伸，打开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十下 ，OK。那教练下去看一下动作。好。教练，我觉得这有点。往上打开，你的左手到右手应该要完全成一直线。对。三七。好，来，左手到右手做到一直线。对。好。一千果然是体脂最低的，动作最标准。哎，等一下，往上一直线。对。好，来。好嘞。十下之后，等一下换脚，好不好？七、八，好，很好，好，大家都非常认真。九，好，四，好，咱们换边，好，换、右脚往前跨。右脚。来，摸摸哪边伸展到？我觉得这边伸展到了。对，你的昨天训练到的地方有伸展到。对。然后再来，还有很重要的髋关节附近的肌群也都有拉到。来，我们换脚。OK。十。对。来，一样，右手肘下去碰地板，然后再往上打开。好，这是我们比较可以提升核心温度，啊，又可以马上暖开的一个动作。四。好。五。六。你现在可以吗？可以。是你不行吗？他感觉非常轻松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完成第一关暖身的动作。好，来，稍微站起来一下。来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刚刚主要是活动了一下肩膀，还有我们的髋关节的部分。嗯。那待会我们要做的是类似狗鸟式的动作。好，来，帮我成这样子。鸵鸟。对。鸵鸟。好，帮我成这个姿势。好，然后四足跪姿之后，手臂在你肩膀的正下方，然后膝盖在髋关节正下方。然后呢，我们试着让你的右脚离开地面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左手离开地面，好，成这个姿势。好，那我们支撑在这个地方不动。好，来停住。好，现在这样子，定格。好，这超人。好，来，对，有点像超人的概念。好，然后可以的话，我们的身体，你的头上背到你的臀都应该是直的。好，对。好，腰部朝下，自己有点往下。没有，这是稍微训练一下我们的核心。好。所以活动一下我们的躯干哦，孟纯做的不错，好，感觉好像小丑柏林，小说孟纯在右边，刚掉你就说我不错，好，来我们慢慢的让你的手跟脚回来，对，然后换边，来换右手配你的左脚 ，OK 的，对，好好，那可以的话呢，一样我们腰部的位置还是要朝下，好，那 OK 的话，我们的右手举到跟你的头部成平行。非常好，就是像这样，好，其实蛮累的，错，好，换边，好，来，我们左右手再各做一个，好，来，冲啊！那以前现在觉得哪边有伸展到？
那个屁股后面那边。臀部，好，然后还有很重要我们的核心，马甲线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柏林。嗯。现在马甲线的地方有感觉到有点燃烧。有。好，换边，来最后一个。你这快不行了，汪汪。好来。他们教练昨天就是这么对我们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撑十秒，好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好，最重要要微笑，二、一 ，OK， 好 ，OK， 来，教练下课了吗？可以换一个这样吗？好，下课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暖身动作，来帮我站起来一下，好，然后嘞，等一下我们面对这里，好，我们人面对这里，然后两只脚打开，好，大概会是比你肩膀再宽一点的站距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打开一点，再开一点。摸我再开一点，对，柏林再开一点，好，对，要明显的比你肩膀再宽，然后脚尖帮我朝前，好，朝这个方向，之后臀部慢慢的往你右下方坐下去，身体有点稍微前倾，好，像现在这个姿势，好，你会觉得有拉到我们大腿的内侧，那为了平衡呢，所以你的手可以放在前面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帮忙平衡你的重心，然后在右边的大腿出力，然后把身体推回来，好，然后一样还是站直的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屁股慢慢往右后方坐。好，下来，好，身体一样自然的前倾，好，那可以的话推，好，站直，好 ，OK 哦，好，来，我们一样连续做十个，好，来开始。这跟我想象中的拉筋有点不太一样。对啊。来，上来，屁股上后推一点点。从拉筋都那么累。好，很好，好，这样不错。好，那那个一线可以的话再蹲深一些些。对，那尽可能我们蹲到臀部跟大腿呈平行。好的。对，再做下去一点。好，不错，好来。好，那柏林也一样，再蹲下去一些些。好，来六个吗？十个之后换边哦。好，来。啊，我忘记数嘞。啊，那再十下。八个，八个，我数，我数。八个，我跟他一起，我跟他一起。我昨天学到教训，昨天我们都没数。好，十了。好，来换边，这个就是主要有伸展到大腿内侧。好，我们两边的大腿内侧的部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你一样面对这里，然后换往左边蹲就好了。哦、okay、对。好，好，来一样，好，十个，来开始。好，很好，好了，可以放在蹲深一些些哦。好，对，好，要活动一下我们的大腿内侧，好，因为避免等一下我们训练的时候膝盖有拉伤的问题。好，好，那柏林可以的话，身体往前趴，再往前趴一点点，对，这样子。好，一千越做越标准。好，谢谢。对对对，但你右脚开始抖了哦。哦，某某进步了哦。果然连续训练两天，熟能生巧，好。好，来十个休息一下、哦，好。十。OK， 好，来那暖身结束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好，那等一下喝个水，好，准备开始今天的训练课表。好。好。好喝水。八点要死了吗？好。等等，8:20，榜一可以指定随机一位主播做教练的神秘动作。晨晨说：“教练好帅啊！”请快点，大家抓紧时间好吗？请大家多多指定1000做教练的神秘指定动作。咦？人家还来就这么想做吗？快，大家，默默会不会受到下次公演认不出来？有可能哦，你们小心一点哦。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了。教练好帅哦！哎，不错，教练真的蛮帅的，你有眼光，好帅。而且我们不是很多组，哇，好可爱。他们都说我们教练是里面最帅的。啊。教练是练健美的。指定某某，谢谢卤肉饭。教练是练健教，叫1000做就对了。咦，是这么说的吗？没错。教练有6块肌吗？哎，有。教练有大鸡鸡啦。8:24。你们的暖是好嘞，哎、欸，我也觉得。那问这些。好，那好去问啊。我想问一六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教练啊？教练真的蛮帅的哦。对。欸、教练秀肌肉。想问教练一个问题，就是168。请问。168真的可以减肥？168，因为你只有吃两餐的情况下，通常分量会比较少，然后再加上跟内分泌系统有关。通常还真的会比较瘦一些些，但是还是有例外，就有些人吃两餐，但他两餐都吃的特别多，然后或者是两餐的里面又夹带一些零食，那可能就
没有达到我们168的效果。那最主要是希望把那个进食的时间缩短，所以有168，然后也有像再更久一点的186啊，或者是只有24个小时的空腹，然后4个小时的进食也有这个方式。对，那我个人的建议啊，还是觉得营养均衡，然后按时吃饭，然后尽量把总量控制好，其实是最重要的。那多运动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像我跟博英同，就是早上起不来，只能吃午餐跟晚餐呢？哦，那就有一点像168的模式，因为我有观察到，大部分的可能从事表演工作者比较晚睡，那也比较晚起，那我觉得还蛮适合做168的。对对对，但就是像我刚刚提到，你必须要把总量控制好，不要说吃了两餐，然后又吃了很多，那可能就本末倒置了这样子。因为我以前是那种，就是我只吃一餐，那我爱吃什么吃什么。嗯，没错。然后配合一些喜欢的零食去做我的伙食。但因为像Momo跟柏林，因为之前可能除了跳舞之外，运动的时间是比较少的，所以虽然你们吃的东西总量不多，但是薄一些些。对，但教练，我虽然看起来，没有很瘦，但是我体脂肪是低的，比以前低，比他低。教练，我有问题，哎，请问，那像有那个男生肚子很大的话，他们那个要怎么瘦下来啊？这要多运动，然后控制饮食，那还很重要，因为有些男生会喝酒，那其实一部分是对啤酒肚的关系，内脏脂肪的关系，对，那其实这些都要控制，对。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肚子大比较有安全感，练腹肌是不是比较难练？没错啊，因为你要看得到明显的腹肌的话，除了有肌肉量之外，体脂率也要低。那如果我们这一个月努力做的话，笑哎，别笑了，藐视你们吗？那可能要每天来找教练报道。每天啊，他不行了。我上次跟他说，我们约3天，然后李梦辰跟我说，真的要吗？真的要吗？确定要3天吗？希望教练没空，然后教练就说可以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好吧。群组的时候我说，如果万一教练没空的话，真的没有关系，就不用勉强。然后马上说有空。对，有空。教练，那我再帮男生问一个问题。请问。那个就是越胖的男生通常鸡鸡会越小吗？因为我们的粉丝都是男生多啊。通常我觉得应该是比例啦，就是假设你的身体太大一个，那某些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小。对不对？假设我上半身很大，但我的小腿其实不细啊，但我小腿在我身上比例看起来是细的，是这个概念吧？对。所以要动起来，动起来，找教练运动。没错，对，因为你太劲爆了。还有一分钟，榜一就可以指定我们1000做神秘指定动作哦。也可以指定教练，可以指定教练。教练自己做也是可以的，教练自己做。那教练之前说过，我跟默默两个人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最终兵器，所以我们两个胜算是不是高了一点？对。根据我的观察，两位的胜算应该是最高的。除了教练专业之外，你们也有资质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们都会传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给教练。没错。对，我们有那个非常的自律，非常的认真。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这么自律的。来说，来宾无法控制，车速堪比新干线，这样吗？我们教练1000主播想摸你的胸肌啦，屁啦！你怎么知道？1000老师动作太快，动作快，很赞很赞很赞，快加留言，快加留言。好快哦，已经有那个 GIF 图，暴龙你好厉害哦，太快了吧！好厉害哦！健身食品吃越多越好嘛。我建议还是吃食，不是这个原型，是食物的原型，它的这个本身的原型。这主播好，这个直播好刺激，应该是我们最刺激。看一下谁来啊？看一下谁来啊？开玩笑？对啊，我们开车没有在分时间啊。他这居然这居然超快！哇，谢谢礼物，教练可以让1000主播摸一下吗？可是很多人并列第一是怎么样？怎么很多订阅？因为都是亲戚，肉饭。可能是谁先送，会不会？之类。王保罗。对，肉饭健身房见。什么是肉饭健身？然后肉饭是一个粉丝，其中一个。保罗你是第一名，指定哪一个主播？保罗指定谁？保罗可以指定李梦辰哦。等一下，我网路卡掉。好，让网路卡掉。很多人都卡，是吗？因为像他们在重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我们等一下下。不是我，对呀，不是你耶，你是第4。教练1000主播下午叫屁嘞！他们说会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最后我一定会问的，放心。
什么吗？你不是保罗，你不能说这些话。他们在帮我带方向。拜托不要，真的拜托不要。突然看你问神了。默默加油了，我两千呢，哎、欸，他两啊，这两千呢，是吗？你是不是你要不要重新刷一下？快啊！哎，再刷一次，再刷一次，慢再刷一次看看。嗯，怎么看不到？这个是按什么的？我按，它是哎，讯号应该 OK 了。看金鱼。嗯，哦对啦，阿正两千了，阿正两千，阿正，阿正了。我们刚才有点卡卡，所以可能有点小插口。阿正，你要指定谁啊？对，阿正要指定谁？一定是要指定某某的吧？一定是要指定柏林的吧？这是你的铁粉是阿正，阿正是他的，是我的，希望他可以指定柠檬针。阿正真的是不要是我哎，对，期待期待。我觉得我比较想看一千座，我比较想看柠檬针。我喜欢看一千，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很多教练好帅哦。哎、欸，大家都觉得教练很帅、欸，我也觉得。对，这手机，对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来吧，阿正，给 Bolo 选啊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可以吗？我选可以吗？他说让我选哎、欸，那我选喽。我觉得这个不太好，我觉得要让来宾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这个让来宾来做，因为你看我们之后还有很多次的运动机会。哎、欸，可是一样啊，他让我选的话，我说你，然后让他选，他也就会选你啊。不会不会，他不会选我啊，他不会选我，他会的。快三二一，赶快下好离手，三二一，大家选哪一个？快点！李梦辰，李梦辰，李梦辰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，好想看李梦辰哦。选教练，我做教练图。是可以这样子的吗？还是他可以直接选？他的默默，默默，有嘞！快乐的夜晚。那是会有两次嘛？这是第一次。对，这是第一次。那我第一次先。轻松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让你逃过一劫。好，那某某等一下一样当暖身，我们做开合跳三十下好，好不好？ 好，当兵必做的开合跳，来，等一下这样子，手臂放在你身体两边，这样，然后等一下跳起来的时候，不要打到天花板哦，好，就往上跳这样，一，好这样，好，二，好这样跳三十秒 ，OK 哦，总共三十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，好，一，五，六。七八九十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某某非常的敬业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很不满意的话，可能就十六，要再一次哦。十七，哎，好像有点不标准哦。二十，脚再打直一点哦。二五，二六，好像再跳高一点哦。二八，二九，三十。好 ，OK，OK。给够，观众有满意吗？谢谢你们，真的会谢。啊，太轻松，没有，那等下就再指定一次就好了。让一千玩一下吧。哎、欸，他来宾，我们要善待来宾。这开合跳手臂很酸疼，该怎么解决？马上这样子伸展一下。哦，哇，这人好专业哦。对对对，手臂伸直，马上伸展一下。而且我们没有，对，然后没有腿，瘦了瘦了。阿翔说瘦了瘦了，或者是往这边伸展也可以。对，大家可以一天做个三。反方向伸展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是那个吗？卤肉饭，哎、欸，卤肉饭，卤肉饭获得我们 Morphe 的健身房会员500点，哇，肉饭好强哦，恭喜恭喜！希望卤肉饭有在健身啊，厉害！小比，我是不是跟你有仇？不用善待一千，他欠操，哎、欸，哪方面？天、啊，恭喜肉饭获得我们这次的特别奖，就是健身房的礼物，赞赞。对，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主要活动吧。还要再抽一个礼物，还要再抽一个礼物。合照是现在还是最好？哦，现在就可以抽合照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是怎么抽合照？教练真是蛮难被发现的。随机抽中三个粉丝。对。哎、欸，那刚刚抽中的粉丝是不是要去私讯小编？对。那再麻烦刚刚抽中的肉饭去私讯一下浪小编哦，然后就是给他你的资料这样子。肉饭健身加油啊！等你来。对，你要来哦，你抽了就来不来、哦，不可以浪费哦。快来找阿南。阿南抽到这个不知道开心，被迫运动。中奖人要点头上的那个，要点头像讯息，私讯留电话。私讯对对，接下来我们要抽我们的拍立得，一样是送偶像海报就能够抽奖哦，就可以抽我们有三个名额，总共有三个名额，大家很开心是不是？
这是你们的铁粉啊，李依林教练是个暖男。对啊，教练怎么有粉丝？确实，你让你粉丝偷来，对不对？一直夸你，阿南神推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怎么抽？现在抽吗？对，现在就开始抽。嗯嗯，没错。那他抽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了？已经有他，有人做那个教练跳的 GIF。好，来阿南，今天准备了哪一些动作给我们？好，今天准备了一个翘臀必练的魔鬼弓步蹲，好不好？这个又蹲，很会选名字。好，来，那我先示范一下好。等一下我们做动态的版本，好，稍微有点带一点心肺，好，那还可以消耗一下体脂肪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有点在侧面这样子。我想说到底要多兴奋？待会一样面对前面，然后两只脚先站平行，那我们一只脚往后跨。后面这只脚帮我脚跟离开之后，屁股往下坐，好，蹲到平行的位置之后，把左脚带回来，回到刚刚的结束位置，然后再一次我们换边，马上换右脚往下坐。那蹲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希望你的上半身跟小腿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平行，对，有点斜斜的这样子成平行，然后再把右脚推回来，然后回到刚刚的结束位置，然后我们这样来回。那为了保持平衡，等一下我们两只手都先放前面。OK 哦，好来，那我们待会一样，来回，然后我们总共二十下 ，OK， 好来开始，啊右脚往后，啊左脚在前，然后大腿后侧出力，臀部用力把右脚带回来，啊换边，啊换左脚往后，啊身体一样稍微有一点前倾，后面那一只脚要记得垫起来哦，好，然后右脚出力，把左脚带回来 ，OK， 好来回，好来三，好吐气推回来，好那教练下去看动作，来四，好推。那个某某身体再往前倾一点点，对，对，好，来推回来，很好，好，来六。那可以的话呢，我们的膝盖脚尖都对齐前方，好，来推，对，好，来再来八。一先现在哪边用力？哦，大腿。好。然后臀部，没错吧？对。好，来推，好，那其实刚刚我们暖身的躯干、核心肌群现在也是有在用力的，好，帮忙做一个平衡。OK， 柏林累了吗？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推。好，来可以的话，后面那一只脚保持一点屈膝，微弯，对不对？不要打太直，后面那只脚也是一样微弯。好，然后推回来。OK， 好，我们最后再三下。好，我听到有人在喘了。好，来推回来，很好。好，来最后两个。好，推。好标准吗？好，来再一个。好，越来越标准了。太好了。好 ，OK， 推回来。好。喂，轻轻松松。应该还可以吧，轻轻松松，轻松松。经过昨天的预习，今天这个是不是小菜一碟？对，还 OK。好，那我帮你们准备了壶铃。错了，错了，一人一个。错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，怎么那么重？一人一个。好，这个纪念品。这几公斤啊？哎、欸，这五公斤吗？那如果观众们没有壶铃的话，可以拿起手边的水壶当做重量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教练示范一下，等一下怎么负重来练习。我们一只手拿着壶铃，然后放在你的右边，好，先像我这样子。那我们右手拿的话，待会就是那个左脚往后就好 ，OK 哦。我们右脚还是要在前哦，然后左脚往后，好，成这个姿势。那左手我们叉腰这样子，然后再推回来。那我们待会就不换脚了，一只脚往后就好 ，OK， 就统一左脚往后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一样十下之后换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开始，来左脚往后，好，来推右边出力，然后推回来。那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尽量连续放上去的那一只脚，脚跟离开。有左脚现在脚跟离开，对，好，再往后，好推吐，好这样子连续，身体都要有点前倾哦。好三推，对，然后连续动作。好，你要感觉到大腿后面还有臀部跟大腿前面的用力。好，对，好，那记得我们在动作过程当中，吐气的时候站起来，好，吸气往下蹲，然后吐气的时候站起来。好，教练，我可以好越做越标准了。好，教练，我可以插话吗？好，请说。哎、欸，你们这间健身房蛮多正妹的。啊，被发现，我们是女性健身房。前面对，我们健身房里面是女性健身房，对。教练帅气，女生美丽，对。反正。好，来推。那可以的话，一样，膝盖脚尖朝前，来十个了吗？完了，我又忘记几个了。没有，我上不去。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，来一。好，来很好。好，默默小队长来推，好，来再一个，来。最后一个。很好。好，开始有一点点身体有点歪来歪去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这个时候就要换边了，好，代表说我们刚刚右边累了，好，要换左手。好，来，我们换左边。好，那换右脚往后 ，OK。
好，来，一样十个，背到挺直哦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很好，来推。好，那右手叉腰，为了配合平衡，身体可以有一点点前倾，好，然后推回来，好，越来越标准了，好，好，大家都很优秀，好。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讲话，收音都是收得到的。好，可以。可以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健身房风景真的非常好。只是镜头不方便拍给你们看。那个柏林在往后的时候呢，其实这边有一个细节，好，来往后推，好，来，这个时候你后面这只脚要朝前，那你臀部尽量还是要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，不然你这样掉下去的话，其实久而久之，你头只练到可能你的左边的大腿内侧，好，那我们为了平衡，所以你尽量要保持同一个水平线，好不好？好，柏林的小腿好细哦，谢谢。你今天刚讲什么？有没有超清楚？我说，超清楚吗？对啊，一定说的。都超清楚吗？那镜头带一下，还有这里有很多美景，可是可能不方便拍给大家看。对，哎，接下来好，我们最后五个，最后五个好。没有，剩三个，剩三个。真的吗？好，来最后三下，来逃不过我的。好，来二。二。哦。好好来三。三三。哇，很好，来狐狸放。二。哦。好好来三。三三。哇，很好，来狐狸放地板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再见，喝水，喝水。好，来喝个水，稍微缓和一下，好不好？回个留言，再帮我回个留言。回个留言，好。回个留言。第二阶段榜一九点指定工动作，终于轮到柏林啦。九点，哦，是九点。哎呦，教练的图做起来嘞，好厉害哦，暴龙。这个还蛮可爱的啊。太快了吧！晚餐一天要吃三天才回来。有可能，欸，我跟你们说，人家不是说台湾最美的是那个风景是人吗？我跟你说，健身房的那个风景也超美的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现在旁边好多女生在做那个壶铃这样子。大家记得九点可以指定随机一位主播做，还是可以重复指定啊？不能重复指定，不能重复指定，不能。谢谢，不能重复指定。主播做神秘指定动作，九点哦，记得哦。大家加油，我们偶像海报，偶像海报送起来。被教练吓到了，被教练吓到，圈粉了吗？圈粉了，一直抢粉丝，这样子我们真的要换教练。不要跟我抢教练。有头有尾做起来，欢迎大家。Okay 啊、教练单身吗？哦，教练单身吗？教练单身吗？教练真的很帅。教练他问说单身吗？这种上镜头不是都要这样吗？我记得当然就要略过，要略过这种问题。每天走出去都不是单身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是可以，是可以。那就好，我们健身房也有上这个禁爱令，好没有了。这样讲的是默认双生的。对，九点榜一哦，红包大家可以，对，大家可以抢一下。九点可以指定主播，教练住哪里哦？我住健身房。教练这个专业回答。教练一千，主播能追求你吗？如果有人问我们住哪，那我们要追很惨。可是我很花心哎。双生是长什么是双生啊？双生，双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不知道。好，好啦，大家礼物送起来吧。等一下九点可以指定那个。休息够了，是不是要回家啦？今天的直播可以指定李梦的后空翻。教练好帅哦！好 ，OK OK。第二个动作，准备啊！好，来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这个帮我先放旁边哦。然后给各位一个瑜伽垫，这蛮重的，可以扛下了吗？啊，可以了。要睡觉了。来，那待会在瑜伽垫的时候，麻烦脱鞋。好，来，这个紫色是正面。哦，那这个黑色的是？黑色的是这一面是正面，就是黑色是正面，对这边。紫色是正面还是粉色是正面吗？还是粉色是正面？紫色是正面。粉红色它有比较止滑的功能，对对对。那紫色它比较亮滑一点，对对对。好，来，那等一下我示范一下。好，你听到后空翻哦，焦糖。哎，欢迎妹妹，欢迎鬼刚，哎，你们好。欢迎 HW， 焦糖一月比男神，焦糖加油，快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我先示范一下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先躺下来，那大腿跟小腿会先成九十度，好，这个姿势，脚尖有点外八这样子，那往后躺，嘿，两只手呢帮我举起来，先对齐你的肩膀，好，那大腿小腿九十度的情况下，吸一口气，然后吐气，把臀部往上推，推到跟膝盖成平行，这样子，吐，这样子，然后脚尖一样有点外八，
肚子要用力哦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的下背这个地方，好，不要刻意的去拱起来，没有，好，都维持用力的感觉就可以了，跟刚刚我们暖身训练的时候很像。好，慢慢下来，臀部快碰到地面的时候，还是要保持悬空，不可以放下来。好，待会都要悬空的哦，然后再往上推。这个时候一样还是臀部用力，好，绷紧 ，OK 哦，好来，嘿，我躺这边。那我们先成预备姿势，好，要躺哪边？要躺哪一边啊？哦，面对这里，面对，脚朝那边，这样子，好来 ，OK， 好，然后脚先外八 ，OK， 然后手撑起来，对齐你的肩膀，都忘记，然后 OK， 来，我们先把臀部撑起来，然后带到跟你的膝盖呈平行的位置，好，那我们停在这里，不要动。这时候你的背腰的地方不要太多的往前拱，好，让你的髋关节跟膝盖呈平行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运动一前要再往上一点，太低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运动超适合男生的，你们男生每次在床上多练一点，再往上推一点，好，很好，好，慢慢下来，臀部还是要保持悬空跟地面哦，玻璃不可以碰到地板，只有碰到地板、欸、不行，不可以碰到地板，我以为可以，然后再往上推，好，来停在这个地方，很好。好，通常我们上来也可以停住，大概停三秒，好，慢慢下去，好，快碰到、哦，然后推、欸、往上，蹬，很好。来，现在哪边用力？大腿后面。大腿后面，还有我们的臀部。好，来慢慢下去。刚刚其实比较少练到大腿后面。好，来推。好，一样。好，带到我们的髋关节跟膝盖呈平行的位置。好，慢慢下去。教练，这个适合快速做还是慢速做？我觉得适合慢速做。好，快速做可能效果没有很好。好，来，好推，一样到平行哦。很好。超好笑。很好，我们最后三下。好，慢慢下去。快到地面的时候再往上推。好，那个一千，你的脚再往后一点点，靠近臀部，对对对，这个地方。好的。好，来最后两个。好，来推。这个动作真的高一点点。快点。好，最后一下，好来预备，来开始往上推。很好，停住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好。谢谢。来，好，那我们一样拿一个壶铃，好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教练是真的很认真在教，哎，他没有在放任让我讲话的意思，哎。你要找到空间，聊天，因为我好想跟大家聊天，然后但是教练太很认真教课，对。今天 F1 有比赛吗？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又来一个壶铃。好，那等一下就要负重啦。现在大家程度越来越好了。你确定？教练，你平常上课也很认真。没错。吗？教练，你不能认真兼风趣。你拿这两个。好，我拿这两个示范一下。你拿那个。真的不行，等一下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壶铃让它躺在你的腹部下面一点点，好，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就这样靠着。那待会呢，你的大腿跟小腿也是呈九十度，然后就往上推，这个就靠在你的髋关节这个地方，然后慢慢让它往下，好，然后再推往上蹬，那脚尖一样外八，好，这样子。那待会我们增加一点强度，你把脚尖这样勾起来 ，OK， 要呈这个姿势，臀部一样用力。后大腿也是持续用力的感觉，好，再下，好，再下去，然后蹬，好，这样绷紧 ，OK 哦，好，再下去，然后蹬，好，这样绷紧 ，OK 哦。教练，你一次可以做几下？至少100个。好，来。我应该十个。哎呦喂啊！脚要勾起来是吗？要，待会我们试试看，把你的脚尖勾起来，好，就是我们的。上座，我真的好痛。哎、欸，但我没有躺到我的瑜伽垫嘞。脚跟的地方再靠近臀部那个 Momo， 对，到是这个地方。好，差不多这里。好，来预备，好，来三二一，来开始。对，好，来这个不是，是你的脚跟贴着，对，然后脚尖离开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来，一千现在哪边用最多力量？腹部，还有再来嘞，第二个应该是大腿后侧。对对对，很好，好，慢慢下去。好，来，再一次哦，来二，来往上，对，也是一样，下去还是臀部不能碰到地板。好，我们要做这个保持用力的感觉。好，慢慢下来，好来，保持用力的感觉。好，慢慢下来，好来二，来往上推，好，停在这里，对，大家停住三秒，很陡哎，一来慢慢下来，三往下到平行，来推上推。对，很好，好，某某又做得越来越标准了，好，保持，来四，好，往下，好，来推，吐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往上，好，再高一点点，好，再高一点，对，也是再高一点，对，下，好，来慢慢下，好来，好来六，
很好，再高一些，对，再高一些啊，至少让你的壶铃跟膝盖成平行，漂亮。好，来慢慢下下下，好，来七上，对，呼吸好，来我们吐气的时候往上，很好，最后三下来。啊，好累哦。好，一千还可以吗？可以，好想讲话哦。来上，好高一点，高一点，下下。好，来下，最后两下，来九。柏林现在哪边用最多力量？我的大腿后面。太好了，来最后一个，好来推上。好，我们离胜利越来越接近了。OK， 休息一下，来柏林放旁边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好，走开。来，我们柏林一样先放在旁边，然后等一下要来训练。上半身了，来，那三位帮我穿一下鞋子啊，好，来帮你们把瑜伽垫卷起来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先穿鞋子。我有一种就是腿软的感觉，腰有点酸是正常的啊，不正常，刚刚应该有借到力，好，代表你真的用尽全力了，快没力了，好，真是非常的痛。通常如果你重训的时候下背特别酸痛，好，其实比较不对，对，我们会希望使用比较多的是大肌群，那像我们的稳定肌群，你的核心下背其实不应该有胸、背、腿、臀，差点以为是大肌肌。啊，好，感觉人家收音很好嘛，我说我要讲小声一点。哇，谢谢博伟的偶像海报，哎。这个礼物是你们的专属的，专属，对，好可爱哦，没错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吗？开个图鉴，很想看。还有那个健健麦克风，还有麦克风。谢谢健健，麦克风长怎样？还有一个偶像麦克风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看一下麦克风，不然丢枫叶。这车速，就我们家车速都超快的。观众有什么想问的健身问题吗？欢迎换票车，哎，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？这样子。丢海报抽，只要丢偶像海报就会送我们的签名拍立得，所以真的很可爱耶！你们这个礼物好可爱，每秒1000公尺哎，这车速多亏了1000，对，每秒1000公尺。教练胸肌会动吗？哎，会，这个阿南他会跳动。教练不好意思，没图没真相，可以一次动10下吗？可以。会抽筋吗？不会。哎，好，那马上带你们做一个伸展的动作。啊、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直接进入到伸展的部分。没有，还没。千万怎么手？如果通常下背有一点酸，那我们要反方向的伸展。那这个动作有点搞笑，但还蛮有效的、啊。好，你们帮我两只脚这样合起来。那我们面对这边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合起来之后，慢慢蹲下去，然后抱住你的膝盖，这样子。要怎么练？整个蹲下去。那尽可能的去做一个含胸的感觉，就是有点驼背这样子。让你的腹部去贴近大腿，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背呢会成一个完全被拉开的感觉，你的下背跟上背其实都有被拉到。对，然后有时候我们突然呢腰有点酸，马上蹲下来做这个动作，其实会伸展到，对，有点驼背的感觉。哦，有没有？大概是这里。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，你就刚好。那这个动作呢？然后站起来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来，这个动作也可以在床上训练啊，你可以直接。躺着，然后把脚抱住，好，这样子也可以，也可以伸展到我们的下背的部分。对，嗯，教练说这个动作很适合在床上做，大家记得练起来，就可以完全的伸展到我们的下背。OK， 好，来，那等一下准备进入上半身的训练。好，好的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先把壶铃拿到前面。好，来，还有动作，还有他的局哦，还有他的局啊。那一样，如果没有壶铃的话，你可以准备一个书包，那或者是比较重的水壶啊，或者是水桶，都可以拿来做训练。Okay. 好，来，那等一下我示范一下待会的动作。我们把壶铃拿起来，好，然后靠在你的手肘45度角的地方，那很像是戴手表这样子，靠在你的手腕。那我们靠着之后，手肘位置朝前，不要往外打开，好，朝前这个地方。那另外一只手我们放这边。好，那等一下往上推。暴龙，你的贴图做得好可爱哦。好，往上推，推到头顶，好，很像自由女神一样到头顶，然后慢慢下来，一样在45度角，然后再往上推，嘿，好，推到头顶。这个主要是去训练我们穿衣服要像衣架子很重要的肩膀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给。
我跟你们说，小心哦，我完全忘记。那上来的时候，你就是把壶铃靠着，好，在你的手腕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先去看一下动作。来，我们先预备，先成预备姿势，这样子撑好。好，这边撑好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简单做十个就好。好，来，好来。好，脚打开一点点。等一下呢，推之前，好，手肘再往前推一些。推之前，我们先微蹲。对，然后要推的瞬间，我们背要绷紧哦，然后吐气，蹬，直接把它往上带。对，举不起来。用你的脚加手力量一起往上推，然后再回来放到身体斜前方，然后再微蹲，然后一二三推往上，推到头顶，会不会太重？会不会太重？蛮重的。好，蛮重应该是刚刚好。来，慢慢下来到身体斜前方，很好。好，来再一次微蹲，然后推到头顶。对，那配合呼吸，吸气下，吐气上。好，再来，好四，很好。好，往下蹲，来推，往上，蹬到肩膀，好，对，到头顶，到头顶，腹部收一点点，对，好，这样子，很好，好，慢慢下，来最后三下，好，这个动作比较重哦，好，来开始，好，到头顶，可以的话，你能尽量让你的上手臂这一段贴紧耳朵，对，好，这样蛮标准的，哦，越来越标准了，然后来最后两个，哇，这个真的蛮累的。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有点用脚的力量太轻，那你就是直接往上推就好。OK， 来最后一下，好来推，哦、，OK， 好休息一下。好嘞，好。来你换水壶啊，对你来讲好像太重了。我没有水壶，教练可以借一下。这个水壶借你。谢谢。那我呢？你可以的，好，我们要为了比赛。我拿到教练的水壶了。好，我们要比赛。好来换边。十个偶像海报出售这样。来左手，好左手，啊，柏林刚刚蛮优秀的，好像可以不用脚就直接往上推，好蛮猛的。真的吗？默默也很优秀，好。这一千能不保证？一千最优秀，好像获得我的水壶。来，手拿花瓶就厉害。来，那待会上来的时候也是靠在你的手表的地方，好，手肘朝前，手肘朝前，起始位置呢，大概你的壶铃会跟下巴层平行，好，不要太低啊，好，从这个地方再往前推一点点，这往前推，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预备，来，三二一，来往上推。到头顶很好，那一样腹部还是要出力哦，很好，越来越标准了，慢慢下来。好，来。对，你不要这样握，好，你要抓住这里。好，抓住这里。对 对, 對，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握在中间，好，尽量保持这个水平面是平行的。好，来，再次来往后推，很好，好，肚子微笑，合起来，很好，来慢慢下，好，可以哦。好，再来一二三推，很好。好，顺顺的往下，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，来慢慢的往下蹲，好来推，推，这个会是平常我们一般的蹲，好，我们没有刻意的做深蹲，我们只是稍微膝盖弯而已，借脚的力量往上，很好，你在讲解的同时，最后两个还在上面，好，最后两个来下来，好来太认真了，来预备开始往上，很好，尽量让你的上手臂跟头部贴起，对，到头顶，到头顶，好来。最后一下，好，来慢慢往下，好，来三二一，来推，哦，好，非常好，来休息一下，好，很好，好累哦，哪边用最多力量？肩膀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想要让上半身看起来像衣架子一样，有肩膀，好，那其实这个动作必练，那因为有点太重，好，所以其实用脚的力量去借力会比较好。这个刚刚的动作是一般蹲还是接近深蹲？哎、欸，就一般的蹲，我们借膝盖的感觉而已，一般的蹲还没有到深蹲那么多的这个深度。OK， 好，某某刚刚还没用最多力量，这样子一般蹲就好。前面这边就已经够酸了，然后今天又进去。那一仙刚刚觉得哪边用最多力量？肩膀，还是嘴巴？好，没有，嘴巴。好，刚刚都在讲话。我一直觉得嘴巴。好，刚刚都在讲话。我很想跟大家讲话。欢迎捡破烂，欢迎兔子。好，来，我们马上讲解怎么拉一下肩膀。好，待会我们直接手臂伸直，好，像大象一样直接拉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拉里面呢？里面？里面吗？好，待会教一个。好，我们先停住五秒，然后换边，来，好，换边，还换手。好，你说内侧的部分没错吧？对。好，教练有瘦手臂的运动吗？有，待会会教。不要再动手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先训练一个背肌加手臂的训练。那平常大家如果在电脑桌前面，或者是长期姿势不良，容易驼背，那这个动作也是必练的。
来，那一样还是要请出我们的狐狸，那我示范一次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狐狸呢，双手这样抓住，好，双手这样抓住这个把柄的地方，然后背这样子先挺直。那我们做出一个很像鞠躬的动作，脚微弯。哎、欸，上你昨天有教你们两位，啊，就是像鞠躬一样这样子前倾 ，OK 哦，然后尽量前沉一点。然后我们在划船的时候呢，让你的手肘往你的身体后方这样拉上来，好，那有点加背的感觉，然后慢慢的让你的手伸直，然后再往后滑，好，这样子夹紧上背。好，这个动作最主要是训练你的背肌，好，非常的重要。有时候如果我们驼背，好，那其实要多去训练这种往后滑的感觉。OK 哦，好，来，那我们预备，来一人一颗，这个其实就可以都用壶铃，而且你会觉得太轻，等下可能要加点重量。不会让你有这种可能性。来，那我们。为了要确定动作，那也要面对这边或面对这边都可以。好，来，那稍微先让屁股往后推，身体有点前倾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背直背直一点，脚微弯，直一点点，挺胸。那脚要，哎，脚要直吗？脚要弯一点点，好，弯一点。好，来，先站起来一下。那个某某，你等下在往下的时候呢，你先把这个胸口的位置往天花板延伸的感觉，那臀部保持有点撅起来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预备，哎、欸，马上就坐对了，好，马上就坐对了，来膝盖弯，很好，停在这里就动，不要再蹲了。哎、欸，没错，就是这边其实是直的，好，哎、欸，你也坐对了，好，再来往前趴一点，很好，来，我们把壶铃带到肚子来滑，哎、欸，你们可能站起来了，滑到肚子，对，好，往后滑，停，不要动。好，一千其实做的蛮标准的，之前可能有练过划船，这个也是龙舟队的代表，好，来这边出力，背绷起，这边绷起。腰会不会酸？如果现在有点腰酸的话，其实你要把力量放到对的位置。好，慢慢下来，手伸直。好，来，再来拉，往后滑。好，绷紧一点，挺直。这边是挺直的。好，不要耸肩，背这里夹起来。好，来，慢慢下去，手伸直。好，来，往后滑。现在呢大家想象你中间肩胛骨中间有一张钞票，还要把它夹起来。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来，慢慢的往前。好，再来滑二。这个动作你大腿会有点用力，帮忙做支撑，好，帮忙做支撑，不是背，绝对不是腰，大家要注意。好，来伸直往前，好，来拉突，这边夹起，背绷起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肩膀放松。李梦辰感觉很冷哎，有没有觉得脚在抖？最后两下，来开始滑，往后滑，好，滑进来，很好，手都贴紧，对，好，下一个，好，来最后一个，好，来 go， 停住，好，我们停住十秒，好，来。九八七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脚超抖了。背绷紧，一 ，OK， 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很好。脚抖了，八，还没。好，现在最用力的地方是哪里？哎，今天脸感觉快不行了。应该会是上背，没错吧？谢谢大家的礼物，体脂肪可以下降到18吧？对，主要是大腿。哇，来，摸摸现在哪边最累？大腿。大腿，因为刚刚其实练了很多臀腿啊，好，那这个划船其实也有练到，好，非常好，好。我觉得今天的那个收操一定要认真做，认真确实，对，而且一定要认真做，不然没问题，真的会很明天会软脚，真的会很惨，对，明天会软脚。累到不会开车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会哦，不要小看我，教练，请问一下，男生怎么练金手指？可能要锻炼一下手臂啊，个人认为。就多打电脑啊，手指就会很活。教练哦，真欣赏你，赞哦！谢谢。教练圈粉很多哎、欸，欢迎松饼，欢迎那个鹿，对，是不是？直播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小看我开车哦。快九点了，是不是暴龙？是不是？等一下要伸展啦。手会不会发抖啊？哎、欸，我腿很抖哎、欸。对对，要拜加藤鹰为师，毕竟加藤鹰他现在都退休了嘛，所以我们要培养新的加藤。那我们先回答问题。想看腹肌，想看腹肌送麦克风、大家可不可以送一下麦克风？我们 AKB48 TP 有一个指定麦克风，指定麦克风就让教练露腹肌。上次教练没有跟我说。想问教练，健身会帮助肠胃吗？哎、欸，会，好，确实。但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是久坐嘛，那其实很多健身的姿势都是站着。那再来就是运用你核心用力的感觉，那确实对于肠胃蠕动或者是一些消化。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对，因为大家平常是久坐的，对啊。我们平常真的是坐蛮久的，对啊。那运动的时候，通常像我们刚刚从头到尾，只有那个臀桥的时候是躺在地板，其他都是站着一直活动，
对。教练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哎，请问。像我们这种学生会不想收吗？哎、上课一直讲干话不认真。这个来者不拒啊。我这么慷慨，这么慷慨。这个加速能力。来来来，教练，请到我们的麦克风了。真的假的？来，请请请。来，交给教练。好，交给教练。要怎么拉会比较好？好，那。这是要看腹肌嘛？腹肌。教练，这叫衣服。哦、好，好，你要直接要帮你拉起来吗？有点尴尬。来，我们三二一，我们就落个两秒，好吗？好，我们落个两秒，落个两秒。三二一，截图快截起来哦！哇！好了，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。昨天没有喝珍珠奶茶。我们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已经，我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是超拍立得的。好，那我们拍立得的人选已经出来了。第一位是我们的阿正，恭喜阿正。第二名是 Flash， 我都没有名字。恭喜 Flash， 谢谢林狗和小胖。然后这个第三个你念，他怎么念？那个啦，韦的 Derek 韦 ，Derek 韦 ，Derek 韦，都是韦啊。谢谢第三个，谢谢 Derek 韦。恭喜这三位。那这三位就请去私讯我们的左上角点击头贴，然后请去私讯你的姓名还有你的资料，这样子。没错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拍立得照片，获得我们的恭喜恭喜，谢谢你们支持。我们还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啊？对对，赶快把握，现在有很专业的健身教练，赶快问他。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？对，准备九点啦。对，还记得我们刚刚的榜一可以指定一千做我们的教练神秘动作，没错。教练再露一次没拍到，来不及了，下礼拜四，可以再送一个吗？再让教练练个七天，下礼拜四露给你们看。吃完炸鸡是不是要运动？哎、欸，现在的榜一是现在的榜一，好像等到九点整。在家瘦腰运动，又有一个，谢谢阿正的麦克风，谢谢阿正的麦克风。在家瘦腰运动有什么？教练，在家瘦腰运动有什么推荐的呢？在家瘦腰运动，哎，好，待会会练到。等一下会带三位来练个核心肌群，没有问题。OK OK， 那我们还是我们就是再做一个动作，然后之后我们再露腹肌这样子。可以。又来。我们就以教练的腹肌做结尾。哈哈哈哈哈。不要太急，对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九点的时候会结算一次榜一，然后榜一就可以再指定一个主播做动作这样子。没错。在。还有两分钟，那我们再聊一下下。拜托变成图。咦，我们再要再看一次。欢迎天赐，你再看一次教练腹肌，好不好？教练，最后一次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我们教练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是这样露出来，对不对？露多就是一次。我们也是直播，最多就是一次两次。哎，结果今天教练最受欢迎。来，教练，三二一，谢谢教练。哇！好了，太厉害了。不可以太多，我们是满足观众胃口。我们是经纪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经纪人。完蛋，以后教练的学生都指引他，教练，你可以不要穿衣服上课吗？那教练买你的课可以看腹肌吗？哎、欸，疯狂在卖什么？阿正不用羡慕啊，你不是有会员吗？你可以过来啊。不是阿正，是罗凡。哦，是罗凡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。哦，还有一分钟，我们的榜一结算还有一分钟哦。没错，你是在推销教练？对啊，我在推销他。你们都开始在找阿南做运动。你等下。OK。哎，现在几点？欢迎不悔，欢迎欣，欢迎。还有59分了，倒数一分钟。倒数一分钟。某某业配吗？对不起，我们长。你等下。OK。哎，现在几点？欢迎不悔，欢迎欣，欢迎。还有59分了，倒数一分钟。倒数一分钟。某某业配吗？对不起，我们长太像。说你们长太像是不是？他们两个，我刚刚把粉认错了。哦。卡卡。那我们就倒数个30秒吧，差不多吧。应该吧，应该差不多。九点了，直接9点了。那我看一下榜一。来看一下榜一。希望榜一是个善良的人，就是不会让同一个人都太多的东西。希望榜一可以邪恶一点。榜一是什么？榜一就是今天贡献最多、欸，今天送我们最多礼物的人。那我们的榜一还是 Stell， 是我们的熊猫阿正，耶！ Yeah! 那这次阿正不要问我好，这次阿正就扪心自问，你想要看哪一个主播？想看哪个主播做指定动作呢？没错，交给你决定了。来来来，赶快。
我柏林保重了，不要乱说。阿正应该没有看到我，我要躲起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真的觉得阿正，你听我仔细讲一下，我们之后都会一直狂做蒙多，可是一千他是就不会来这么多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让他有体验的机会，就是我身为一个，对，你看。你看，阿南两票，说的蛮诚恳的。听我的建议，真的，我给你个愿望，说的蛮诚恳就好了，再选我就好了。他们应该比较想要看你哎，他们比较想要看某某哎。不是不是，下次再做，我们有很多机会，真的很多机会，多到不行。我们给一千一次机会好不好，各位？可以换这个啊，这个。可是如果每次都来宾做，这样你们两个也都没做到，好像也不对。欸、他选了，他选我吗？他想要 Berlo， 你确定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直接来 Berlo 开始。有记住。我一中奖。好，那柏林等一下就波比跳。OK， 那超险哎、欸，谢谢。波比跳超累的。波比跳三十个真的有点太残忍了，我觉得你等一下会爬得出去。波比跳三十。波比跳这个私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十全十美，好不好？我们做十个就好。那我先示范一个标准版的，等一下先做一个深蹲下去，然后手臂碰到地板之后，两只脚往后推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往上跳，好，这样算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尽全力跳高一点，那我们大家帮他倒数，好，来，预备，来开始，来 Go， 一，哎，我可以把这个拆掉吗？它打到我下巴，来，小心，好，来。好了，刚那一下不算。好，来，来开始。波比跳其实它是训练到比较多全身肌群，再来，它有一点训练到我们的心肺，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你会觉得喘。那这个比较偏间歇性的，对，跟平常我们去慢跑不太一样，短时间内强度会拉比较高。对。六。哎，几下了？六。六，很好。来，七，跳高一点。加油，加油。对，要离开地球表面。最后两下。很好。要不要追加十个？好，没有了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做得很标准，做得很标准，好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好简单，这是什么角落？把它点掉。柏林现在是觉得有点喘，马上热开了。平常如果演唱会前会紧张，马上跳个十个波比跳。教练说十全十美，所以私下就好看到了，好像可以。好啦，那今天。一千觉得怎么样？一千觉得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蛮好玩的哎，而且我不得不说，教练蛮认真在教课的。对对 对, 對，他真的一心就只有教课。他一心就是教课，然后完全不想让我讲话这样子。我们昨天晚上没有进场，教练也是，就是教我们，然后都没有空档这样子。对对。那我相信让这个活动出来，要让大家就可以多接近那个 AKB48， 然后多了解他们之外，然后还是要倡导，就是说运动健身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子。除了呢，因为通常大家都是在直播间看我们这些主播嘛，没错。那让的他们公司的用心，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可以。动起来，一起看直播，对，對因为运动是一个对身体也很好，然后对床上那方面也是蛮厉害的，这样子。哎，粉丝，谢谢。啊，那如果大家有住在台北的话，也欢迎来健身教练，快点。对，我 Q 你哦，打广告。Morphe， 好来，那我们这个离市府站一号非常的近，真的，欢迎大家来这边玩 ，OK。然后要指定我们的阿南主那个教练，对，可以指定他不要穿衣服。对，然后如果喜欢。我们的让你动起来的话，我们一到五都会有，就是不同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运动，大家就可以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样子。明晚八点也有哦，明天晚上八点也有直播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记得追踪我，我忘记 Q 我是谁，要、欸、记得追踪我，记得追踪53293435329734。53293434，背起来了没？然后追踪柏林跟李梦辰啊，还有我们两个，还有我们两个，明天见。